今天是所谓的第14天的清晨，也就是6月4号，即将专搭车前往机场，搭机飞往北京，当然是夜宿机上，次日早上抵达。那也就是抵达北京的时间是当地时间是08:35，早上8:35。接着再搭08:35是北京飞桃园的时间，那也就是6点多会抵达，也就是5:05会抵达北京当地时间。结束了这趟所谓的北欧九国，应该再加个一国，中国，挺不错的，行程很紧凑，我们完成了。饭店对面的麦当劳并没有24小时营业，看过它的价钱，差不多。在前方就是我们住的饭店 ，Q 系列，听起来是蛮宁静的。今天要回家了，即将搭乘国航下午5:30的班机，抵达北京时间大约5:30，行程不太慢。现在搭8点飞桃园，桃园机场11点。着急的虫被鸟吃了。还没下雪，他们堆起了雪人。大概家里的人口太少了，来一个两个，对。来，他穿那个鞋子。对。加上这个栏杆的效果，好像他们被关起来。回去多做几个，摆在门口，小孩子，人家都不敢来了。他下雪不怕。铁架先做起来，然后再将放这些石块放进去，就是一道围墙。那如果这些石块还是以柏林围墙的话，这就可以有价值，还是万里长城也可以。再画，所以说人家说柏林是设计之都啊。两片在阿伟，赶快来再讲粗话。一个教堂设计得很好，耶稣基督朝向西方，
这一家是有太阳能板，太阳能板。这家做了一个让庭院的那个回廊。好，我们过去看看。不晓得是公的，两位是是母的。这个比较会有日本的味道，其实很漂亮的。对呀、啊，这边没有二十四小时。早上开。对呀、啊。看一下他们的价钱。他们有还有德莱树，德莱树还有限高。好，工作人员还带着麦克风，有麦，那很大的样子，搞了麦当劳好像很大的样子。德莱树还有限高，2.8米。8块鸡是几欧？对啊，大概美化的，最主要他还画那个，你那个线条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不是，垃圾桶那个线条。对啊。简单的几笔画。那个叫做。显现出说这个是垃圾桶。那个在宜兰那个叫什么？吉米。预做了，你们知道有很多机场有那个接驳车啊，还有那个火车啊，他就乱坐，坐着坐着不知道到哪里去了。为了找他，整整找了3天，结果呢，他就那里坐来坐去，出去了。因为现在台湾不用签证，你们知道吗？很可怕，出去以后又讲不通，然后呢，怎么讲都讲不通。那是十几年前，现在还好是会有。很多那个卖化妆品的，还有航空公司的柜台多了很多讲中文的。十几年前呢，没有那么多中国人的时候，他这为了找他，其他客人先回家，我们领队住了2-3天，好不容易才在机场附近的酒店，要讲不通又不会讲。大也有大的好处，坏也是坏在这个太大啊。我们杜塞道夫机场还好没有太大，但是还是请大家稍微小心。但是再怎么小，还是会有免税店啊，对不对？那逛着逛着要注意时间了、啊，好吗？认真听啊，我们澳洲机场不呼叫，不广播。起飞前10分钟，各位没有出现在登机口，行李拉掉，飞机就走了，不会等你，不用怀疑啊，绝对不会等你啊。所以呢，这个，请你们呢，在规定的半个小时前，务必要出现在哪里？登机口啊。你没有来啊，我们中正机场会呼叫旅客张三，请到几号登机门啊，飞往大阪的飞机啊要起飞了。现在中正机场也不帮忙呼叫客人，只会一直呼叫什么啊，这个什么长龙啊，多少号班机飞往哪里，飞往大阪即将起飞，请赶快到登机口，然后会有最后广播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。但是我们欧洲机场你们认真听啊，很安静，不呼叫不广播，时间到点就干嘛飞啊、哦，那现在都是电脑作业，你托运行李有那个条码，对不对？他叫行李工上去扫，扫到你丢出来就走了，啊、哦，所以呢，有时候这个客人啊忘睡觉，也麻烦你去登机口睡，好歹也会有人去问你是不是要坐这一班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逛街要注意了啊、哦，这个不要逛到太高兴了，还好杜塞道夫机场也不大啊、哦，所以等一下呢，尽量啊、哦，在我们飞机起飞前，我们飞机今天是1:05啊。哦，所以呢，请你务必呢要在12:30的时候出现在我们的登机口。所以等一下呢，我们麻烦大家下车的时候
所有的东西啊，就是刚才带上来的，等一下呢也带下车，准备带回家。然后呢，自己的大行李也要顾好啊，所以呢就麻烦大家互相照顾帮忙啊。然后进去以后，这个我会问清楚，这个呢我们是全部人可以去柜台拿，还是要用机器拿？那机器拿了以后是先退税，还是先挂行李啊？所以呢，这个步骤呢一个一个来，不要太紧张啊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这个呢要有耐心啊。我们李老板穿的没有错，在机场会有扒手，都我刚才讲的啦。哦，在办理退税，当然要小心证件保管，退税很多。没有什么那个要放弃退税的，好不好？不要想太多了，好吗？等一下，一件一件事情来，好不好？啊，又来了。已经讲了两个礼拜，吃进肚子的没得退啊！这有线条。那我们也算是吃进肚子里。很多人小心，所以一直跟。那李老板传来说退税有扒手，我才刚交代完哦，所以这个都一样的啊。他也是跟着我们换了十几天，小公司就是有点。那稍微等一下哦。拍起来。哇，秀颖，那这个停车场，对，好几层。来，先不要站起来，先稍等一下。但是呢，等一下车上的行李啊，全部带下来啊。水现在准备倒，不是灌，好吗？水等准备把它倒掉，好不好，宝贝？不用马上倒，等一下手续办好再来，好吗？好，来看一下哦。哦，来这边东西倒。还有百丽油，买了一百斤的，我还有肉圆啊，对啊。我都没怎么用到，一堆欧元了。来了，欧元要拿回去换，还是再办？我上次拿了一张500块欧元，摆了三年就。我觉得我买了一包。还有那个，还有上厕所。500块。是杜塞道夫到北京，报到柜台是 A72。我今天会想等太久，不要等就买，好了，好，说
先到七十号再说。啊，你要逛慢慢逛，我听个音乐，看东西。是不是耍猫？哎，他谁呢？